我要换我的帽子了，好久没看到我的帅脸。好，换衣服，偷袭。算了，实在是懒得打。冰一步，冰一步。这是只善良的冰一步，一直打不中我。应该可以再咬一次，他咬不死吧？啊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！好美哦，这个道馆。也是最后一个道馆了。哦，终于有这只。是，差那么多。这里居然有纯沙奈朵。撞到水里是啥？这鱼好帅哦！应该有遇过水系道馆。直接打烂了，再见。49等，啊，这个是最轻松的，好久没有这么轻松了，一回合搞定。接下来我应该要去抓50级等的宝可梦，我要去之前我们不能去的这里，就是这一区啊，这一区啊，想去这个岛上看看啊，就单纯想探险。这边就是50等区域了，哎，有快龙，有迷你龙，哎。不，太狠了！这是什么？好大！吃头霸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对哦，水系。靠背，我记错了。暴鲤龙，我也有一只暴鲤龙啊！喂，so many，so many。等等，你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请问这里我要怎么走出去啊？这个岛会有水衣，水衣布。它可以提升30%的
它可以提升30%攻击威力，可是每回合会少10%血量。给我们的这个红莲凯奇啊，输出手。这个孤岛上也有人 ，MV 取景地。歌手一个人大半夜的在这里，危险 ，model。防御大幅提升，我看能不能打透。哦，打不透了。这是自然生命，你还可以吗？哈，还是秒杀。谢谢谢谢，劝退了劝退了。水一步，水系的吗？不知道他太晶化成什么系耶、欸。水一变水一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。解除，有个水球，用水球抓你。水一步50等，被我送到盒子里。啊，其实我蛮想抓第三种一步，蛮想用的。啊？准神要进化了，不是60等才进化吗？终于熬过来了，准神。烈咬陆鲨，高速奔驰会生成空气之刃，树木都可以切断。这啥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水母哦，那个水母。真的是水母？屁咧，这个屁咧，这里这里可以？独角，独角龙。抓得很辛苦啊。 OK， 今天我们飞回了东边，给大家看，飞回了这个地方。原本我们探索到这里，去这边抓了那个独角龙，还有水伊布啊之类的。今天我们要回来先把星辰之路打一打，我来踢馆的。打电通打通宵，哇，小朋友，这什么藻王吗？帕迪亚藻王长这样，好可爱啊，跟我打招呼。
啊，就这儿。怕了怕了，其实你的一般招式也跟中毒差不多，那个伤害量。等级不对啊，可惜。像那个什么背固阵，就是在我等级刚好的时候打，我觉得非常精彩。像这种就不太可能精彩了，跟法环一样，开放世界的问题。他道馆好像都会特别去调整，而天星队就没有。给，哦，这次不是车子，是完整体，所以他应该还有一只。上巴利亚卢莎第一次太进化，最后来个龙爪结束。哦，原来这么帅！果然是服装设计师。难怪天气方那么吵，老大的那么吵。打倒幕后黑手。我们只是厌倦了天星队的活动，平时也悄悄的去上学哦。洗白，这么乖，哈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边缘之家哎。